C7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Y， 猜猜我要去哪里？给你们三秒钟，三、二、一。没错，就是去看鸭子车库的 EVO 最后的展览。那他们还没到，我们先在附近绕绕吧。对了，顺便跟大家讲一下，他们这次的展出地点是台中市南屯区新富二街128号的有，时间是8月29日到9月2日，在店家的营业时间都可以看到。鸭子的影片有说，因为是咖啡厅，是跟他们配合场地，所以进去低消一杯饮料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正面开始。GT53，刚其实还有遇到488跟 60S。Vintage S， 红色的 Euros。 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有另外一台 Evo Wagon。 My God， 哎，他车头包碳，好屌哦！啊，特斯拉不要看，跳过。哈哈，这边有一台 Evo 八代。我真的超喜欢这种车尾，超漂亮。来了，今天的主角1009匹的 Evo Wagon。等一下带你们去看一个只有第一天去才能看到的福利。然后我只是进去买一杯饮料出来，哇 ，Brabus 700，太突然了吧 ！Oh my god！ 好帅哟！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对我拍摄的照片有兴趣的，可以上来去搜寻这个台湾 Cars 92。我是 HY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